看过去还是只小马，人似暗暗天气。唔好话俾我知。常看见怪影漆黑里，人变到无心机。冇错、啊。将躲于我的枕头，在漆黑里穿梭。但Granny派讲不再要去惊，能将心态改过。咁应该点做？他说Pinkie，你必须得改过。去面对惊慌，清楚它不可伤你，却只需笑开了惊慌。哈哈哈！对这惊慌笑吧，对那什么笑笑，要对妖魔笑吧，看见那鬼怪笑笑，要对僵尸笑面，看见魔怪笑笑，叫佢将啲丑样即刻帮我改一改啊！如果以为咁就吓到你，咁就大错特错啦！因为呢啲招数只会令你更加想更加想。